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三号星期四华尔街电视的科技趋势。我是维仁，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重要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真的有 iPhone XX 吗？Netflix 要单飞了。NASA 带领太空 VR 自拍。首先来关注这个所谓的 iPhone XX，真的有这个新的手机吗？ 距离今年的新 iPhone 问世，应该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最近又有眼尖的朋友发现有关新 iPhone 的情报。 在 Nine to Five Mac 在苹果的开发程序 Xcode 10中发现了名为 iPhone X 的 iPhone 型号，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拉坝下倒数第二个的这个型号。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依照苹果以往对他们产品的命名规则，iPhone 不太可能会以 iPhone X 双 X 的名字来这个命名，iPhone XX 或许是一个没有公布的 iPhone 名称。 这个名称出现在 Xcode 10的某一处设备列表当中。依照排名的排序，注意看 iPhone X。 啊、uh,，iPhone 8 Plus 之后呢是 iPhone SE，所以并并不是代表着排在 iPhone X 后的 iPhone X 要比 iPhone X 要来的更高端，这有点饶舌、哦。根据 Nine to Five Mac 的报道，iPhone X X 他们采用的是 A 十的芯片，也就是 iPhone Seven 和 iPhone Seven Plus 的同款芯片。之前有传闻指出，苹果今年的新 iPhone 一共有三种新的型号，而其中一款。 将采用类似 iPhone X 的设计，但配置较低，处理器可能不会是最新的旗舰款。本周也有报道指出，新的 iPhone 将于九月十四号开始接受预定，这与之前外界猜测的发布时间九月十二号互相非常的吻合，因此推算新的 iPhone 正式的发售日期应该会是九月二十一号。另外呢，传闻中另外一款新的 iPhone 会支持双 SIM 卡。 接下来关心一则关于 Netflix 的消息，Netflix 他们准备要脱离 Apple 单飞了。Netflix 在苹果的 App Store 中为销售量最高的 App 之一，不过代价呢是会遭到苹果 iTunes 平台的抽成。据报道指出，Netflix 现在正在与三十三个国家测试全新的付费途径，希望能够增加他们自己的营收获利。据了解。 如果消费者他们想要订阅 Netflix 的话呢，有两种管道可以选择，一种是透过移动装置，如手机的订阅程序。 另二个呢，就是透过 Netflix 的官网订阅，而前者必须与平台业者分享约百分之三十的订阅收入，以及续订订呃月费中的百分之十五。Netflix 在 iTunes 平台上架已经约三年的时间，目前订阅用户快速成长，目前已经达到了上亿的用户，这意味着 Netflix 它给支付平台的费用将会越来越多。 而这将削弱 Netflix 的商业性以及用户的成长能动动能。除了不让苹果抽成之外，Netflix 在今年停止新的用户使用 Google Play 来付费。不过，用户他们如果还是啊、呃、持续透过该管道付费的话，也不会受影响，还是能够继续使用到这个直到付费中断或者是取消为止。除此之外呢，Netflix 它还要测试新的定价策略。 Netflix 在几周前向外证实，他们正在考虑不同的串流媒体计划，其中包括推出一个服务更精致，但是定位价格更昂贵的选项。不过，Netflix 也表示，这些都还在测试阶段而已，目前还没有新的改变的打算。接下来是一则关于华为 5G 的消息。 电信设备大厂华为和中兴被澳洲政府禁止向当地提供 5G 的通讯技术。华为他们表示，从来没有配合情报工作，也会与澳洲政府沟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澳洲其实呢一直对华为有戒备。澳洲政府在二零一二年就已经禁止华为供应全国宽频网络的设备。作为电信设备的巨头，华为也一直将大量资金投入 5G 无线网络和专利关键技术的研究。 公司从国外聘请了许多的竞争对手专家来推动他们，去引导未来的呃无线设备技术标准的国际组织。对中国来说，在 5G 行业里拿下领导的角色，不仅是民族荣誉的问题哦，因为呢，这个还牵涉到像很多新的技术。 比如说是高速影片流，还有无人驾驶汽车、交通控制系统之间的通信，还意味着可以容纳大量设备的同时连通。 可以从从这个可以穿戴消费产品到工业传感器等的一切，这与中国在最近的一个五年计划中概述的目标十分的吻合，就是利用所谓的物联网提升城市转型、制造能力升级的一个想法。根据华为的发言人表示。 自二零零九年开始，华为在 5G 研究上的投资已经达到了六亿美元，并且承诺在今年将追加八亿美元。华为也与包括英国电信公司 BT、德国电信 Deutsche t e l e c o m 还有这个 Vodafone 在内的欧洲电信营运营商签订了 5G 设备的测试协议。 j e f f r i e s 的分析师表示，到二零一七年初，在一百一千四百五十项的 5G 网络重要专利当中，有百分之十为中国人所有。他们预计这个数字还会有所上升，而其中还包括了华为和中国另一家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和其他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 单独高通 Qualcomm 一家就有百分之十五的 5G 专利，Nokia 占百分之十一，Ericsson 占百分之八。接下来是脸书的消息。如果你还在想脸书下一个消费者隐私的问题会是什么，那现在等待已经结束了。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认定 Facebook 旗下的 On Onavo 的应用违反了 App Store 的政策，很快就会下架。 而 Facebook 它的前 CSO Alex s t a m o s 他也投书警告美国要小心对手用美国的弱点攻击。他很悲观地认为，这次美国的其中选已经来不及了，也会变成一场资讯战的世界杯。s t a m o s 他投书啊、呃、是有最近因为两个大事，其中一个就是前几天微软揭露了六个恶国骇客。 变造模仿美国参议院网站，另外一个则是他们他的前公司脸书，庭权疑似牵涉这个资讯站的六百五十二个账号，而这两件事情的背后都指向俄国骇客的组织，他们已经在上次二零一六年的大选的时候干扰美国选举，而这次其中大选也将会试图影响大选，这是 Stamos 的说法啊。更糟糕的是，其他的国家如果像中国、伊朗等国看到俄国的。 成功的案例也可能会利用更便宜、更敏捷的方式展开攻势。Stamos 他很悲观，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行动，这次美国的其中选举将会是假新闻、资讯战的世界杯大赛。他说，因此要提倡成立专责而且专属于联邦层级的治安单位，并且能够得取可能的敌人情资。二零二零年会有 Honest a s Act。 所以他认为这样能够增加选举过程的透明化。尽管2018年选举他认为已经是没救了，但是2020年的大选呢，他认为还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防止敌人的干扰。他说呢，督促社群网站如前公司 Facebook、Twitter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不要再让2016年的大选时的假消息情况再次发生。 美国总统他推出这个建立一名为太空部队的新军队分支，开启太空战争的想象。但这种想象其实也不完全是想象他是，它是啊，目前也许真的有这样子的威胁。 去年，俄罗斯发射了一颗卫星，叫做 Cosmos 二五一九。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对这颗卫星提出警告，说它在轨道上的行为非常的不正常，暗示这颗卫星可能是某种太空武器。啊、呃，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进行双用的太空硬体测试，可能无害，也有可能会是用来呃发起太空征战,战的武器。 美国副总统针对太空军备计划表示：“曾经和平无争议的东西，现在变成拥挤和很多的对抗产生。今天，其他国家正试图破坏我们的太空系统，并以前以以前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美国的太空霸权。但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官员一再否认有任何恶意，并称美国的官员的指控是诽谤。” 还是一则关于太空的消息。通常 NASA 推出的 App 都是为了商业用途，但是这次呢，NASA 它推出了两个新的 App，不再只是枯燥的理论内容，而是要带你到外太空去玩。其中呢，Explore 呃 Explore、uh, Ex Planet e x c u s i o n 是一款适用于 Oculus 三 HTC Vive 的 VR 体验 App，那使用者可以透过它在三 D 的环境中飞跃和这个 t r a t r a m p e s One 星系。 观赏其中众多由艺术家们共同描绘的各类地球。 各类的行星，同时也能够将它们与地球周边的行星做一些比较。第二款 App 呢，它名为 NASA Selfies，没有看错，它就是要让你呃待在外太空，多拍一些自拍，也是 NASA 它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时髦的一个努力哦、喔。这款 App 呢，能够让你在知名的宇宙地标进行自拍，例如猎户座大星云，或是因为恒风啊恒、呃、星风产生弓形震波而拥有独。 独特风景的天是十横十一，虽然这个点子十分的新鲜，但相信多数人在用了一两次之后，可能就还是会回去用 IG 跟 Snapchat。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玩电动玩具呢？一年一度的 Gamescom 科隆游戏展已经于八月二十一号正式展开。和之前几几个月前的一、e、三相比，这场位于德国的游戏展并没有太过浩大的声势。 包括 Sony 在内的一些发行商更倾向于在之后的巴黎游戏周以及日本的 TGS 上再拿出自己的压箱底。不过这也不代表克隆游戏展就十分的无聊没看点了。从宣传的角度来说，大厂他们不愿意在克隆的台面上端出这个像刚刚说的这个压箱底的好菜，但也会推出一些实在的发售日期，让玩家有些期待。而中国呢，它在近年的电玩领域也越来越有成绩。 根据一篇《人民日报》的报道指出，指出中国的游戏现在慢慢获得认可，走走出游戏输出大国的趋势。在这篇近四千字的文章当中，《日报》它指出，凭借规模庞大的市场，当下海外制作商日渐青睐中国的元素，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在这次的科隆展上亮相。不仅如此，如今全球化也是更多中国游戏厂商的重要战略。 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市场地位都在提升，逐步走向游戏输出的大国。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趋势，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网址是 wallstreettv.com。我是维仁，我们明天再见。